对自去年侦办第二层贩毒案之后，溯源至第三层的杨姓犯嫌还有余姓犯嫌所共组的贩毒集团，所以与这个旗山还有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也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李佑之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在收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二嫌透过这个黑莓卡搭配这个通讯软体微信作为贩毒的工具，那利用通讯软体这个广播的功能，向不特定的购毒者那发送这个贩毒的这些讯息，以招揽生意那意图呢利用这个黑莓卡难以追查使用者的这个特性让警方的这个查缉的行动更加增加它的难度。那我们这个长期的收证之后时机成熟，我们就持这个搜索票还有拘票前往这个高雄林园还有大寮等区去执行这个埋伏一局，要准备这个执行这个搜索的行动。那其中呢杨姓犯嫌因为在家中装设了很多组的这个监视器难度也增高了不少。那人不敌我们同仁这个溯源缉毒的这个决心叫醒杨贤的不是梦想，是我们高雄市刑警大队的干员。那同仁呢在住处查获了大量的这个俗称红豆的三级毒品这个一粒免有4000多颗那重量大概有800余公克。那三级毒品的凯大命呢重达100多公克那现场也有查获到电子磅秤还有 K 他命黑莓卡监视器一组，那现金呢有多达31万多元那现场也查获到范闲利用这个清点这个大量的现钞的点钞机那我们专案人员呢在带到这两嫌回来侦讯之后二嫌看我们的这个收证非常的完备所以都坦诚不悔。那全案呢昨天都已经移送到高雄地检署来侦办。您下载中天新闻 APP 了吗？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闻 APP 很实际的理由。你知道有些新闻在绿媒看不到吗？没关系，绿媒不报的中天报，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 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